美国牛肉干的全面开放，虽然目前是还未定案，相关的单位嘛正低调，无愿意加讲。不过即马是有风声，讲哦，卫生署已经传好三种的方案要来应用。不过朝野的立委哦，拢有反对的声音，就连国民党的立委反对的声音嘛未少。美国牛肉争议除了要开放，也传出针对瘦肉精的问题。卫生署长邱文达已经传好备案，只要农委会一点头，就启动机制，包括由国内专家家己定上加残留的标准，也是参考国外即卖额外标准。另外，日本的相关制，也就是国外准用，啊，毋过国内禁用的这个备案，嘛拢有考量。每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，有些人的国人的健康是可以做外交的筹码，但是我认为在台湾里面还不适宜。我们到现在呢，仍然坚决呢反对瘦肉精呢进口到台湾来，因为这对台湾的这个消费者的权益，我们这个牛猪的养殖业者他的这个公平竞争方面都有非常大的伤害。美国牛肉开放的问题，民进党和台联的立委拢坚持反对，强调卫生署目前的三管五卡未当放弃，而且后边日本和台湾的国情不同款，未当做会比较。另外，国民党立委对瘦肉精残留的标准冇意见，这就是农业官的立委强调，无论是牛还是猪，对身体不好的都应该禁止开放。业者的权益也受损，那国人的健康也受损啊！不能接受说这样的那个开放瘦肉精的，这还是要回归专业。但是不管怎么样做决策，一定不能牺牲国民的健康以及食品的安全。今日开放美国牛肉，牵涉到敏感的政治因素。不管开放的程度和标准是安怎，朝野立委拢出现反对的声音。民意和政府的决策要怎沟通，恐怕还要激烈的辩论。记者小陈碧姑台北报道。